chamar a Vanity.哎，你的手，你看到你的手在哪？阿姨，她老是手会那个哈，她的一直去抠它。宝宝，你不要去抠它，好不好？总去抠那个地方。我们要不要把它那个啊？你给它贴上，那天给它贴上那个什么了吗？对。哎，妈，再给它揭下来呀。宝宝，你不要再去抠它了，越抠会越坏，好不好？啊，它总去抠，不要去抠它，我把它指甲全部都剪掉。都给剪掉吧。对呀。嗯，就是要剪掉。宝宝，你别再去抠它了。 你一直去抠它，所以它会越来越坏，宝宝。它那就是一种毛病，有的小孩就是专门抠手。习惯哈。对对。宝宝，不要再去抠手，抠手不好。不要去抠手，妈妈把你把这给剪掉。他白天抠，我那回带着小孩专门晚上睡觉前抠，也是抠那个位置。我给他粘上，人家不抠啊。 粘上以后都不往下粘。来，其他的手。 另外一只手，来这里，往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 好，你别动，你动来动去，妈妈会剪到手哦。剪到手会怎么样？剪到手会流血，指甲是很尖的。阿姨，你要常常提醒我帮她剪指甲好了，这样她就没有指甲去抠它。啊？我说你要常常提醒我帮她剪指甲，这样她就没有指甲去抠它，看看会不会好一点。 宝宝，你别一动嘛，好不好？你动来动去，妈妈很不小心会剪到你，这样应该可以的吧？你有东西去抠。小孩也动不着，给他留那么长指甲，是不？对啊，留长指甲，什么都摸。 宝宝，小心！小心，你自己会捡到名称，各种昆虫名称，各种鸟类名称，各种动物名称。哦，这是什么啊？蔬菜、青菜、大白菜、空心菜。
菠菜。Shirley，红萝卜，割到手了吧？羊菇，是不是割到手了，宝宝？